中国有13亿6千万人口，有不少细腻动人的故事。创视电视走进中国不同角落，搜罗感动人心的真人真事，制作一系列关怀中国的节目，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及心理需要，感动中国心。10月6日开始，每星期二晚上8:30。